啊，罗拉，欢迎关无人知晓的英雄时刻。叮叮，今天要介绍就是这个 Kuga Light Watch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Kuga 的脚就像阿基头一样完美的坐在这里，然后混入了其他东西。哦， Kuga 嘴巴又出来，好酷！ Kuga 那个很特别的嘴巴，看到这个经典的 Kuga 样子。嗯，话说 Kuga 会用金色的吗？还是用黄色的呢？哦， Kuga 手上的那个手环的感觉又出来。嗯，打开。哦，好像是金色的哦。噔噔噔噔，哦，应该跟阿基头是一样的金色。嗯，然后红色应该也是，好像偏重了一点，比之前看到的都还要再重一点点的感觉。哦，酷卡标志，2000年，然后，嗯，也很好转。拔掉。我头上这个红肚子有亮。古代のベルトで超変身。笑顔を守るライナーはクーガだ。是说远古的力量吗？还是说，嗯，哦，古代。古代のベルトで超変身、笑顔を守るライダーはクーガだ。古代的腰带，用古代腰带超变身，守护笑容的骑士，クーガ，クーガ。嗯，真的很喜欢クーガ，而且是平成系列的第一位骑士。嗯，那我们就有请腰带，嘿，启动腰带。不敢，没有转回来。不行，按到了。不行，按到了。嘿，最后的平成骑士跟最一开始的平成骑士。哦，红的。哦，它里面藏了，它里面藏了那个变身声音哎，还有一个啾啾啾的声音，然后最后还有那个噔，变身完毕声音。哦，酷怪做的好用心哦，不愧是变得很大只啊，那扎来的。再一次，哦，真的好炸！然后必杀技，他讲的是 Mighty， 我记得 Mighty 好像有类似强力的意思，还是什么？所以他会变成强力的 Time Break。 再一次，他眼睛亮起来真的好像 Kuga。 嗯，哎呦，又来了，最近都会这样。好，换成月子。这个。瞬间转红。
感觉起来颜色还蛮配合的。咚！比赛季。强力的 time bus， 强力的时间爆裂。话说，发现酷卡按钮有点硬。有没有觉得他眼睛亮起来真的超像酷哥的？就这样咯，啊，拜拜。